修行，那熬死人，有机会会在这边啊行。今天我们来到永和做来不及说的话。桑小姐你好，可以叙述一下你跟往生者之间的关系吗？他是我婆婆的男朋友，然后我都叫他叔叔。然后他跟我婆婆在一起20年了，那他就是对我们家都很照顾，然后就是帮我带小孩，然后帮我坐月子。我小儿子生病了，他就是都会尽心尽力，帮我送餐，帮我送去台大，很关心我小儿子这样子。所以他跟婆婆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去把你们对，他跟我婆婆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去把你们当成亲生子女这样子，对，一样的疼惜就对了。对，你现在右手边的位置就是我阿姐几乎每天在坐的地方。然后就会在这边喝点小酒。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导致他就是这样突然的离开了人世间？他在9月的时候有中风过，那时候我们有送他去医院，就是叫救护车送他去医院。那就是去了以后他就住院一个礼拜回来，那医生也是有开药给他，对，然后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在。等等一个月的时候，他突然有一天，那一天，那就是自己也是洗澡洗好，然后吃了一碗很大碗的饭，就没多久，他就跟我婆婆讲说他头晕，然后头晕倒下去，他就没有再就是倒下去就昏迷，他就没有再起来过了。对，然后他在11月29号的时候就是医生也意思说他没有办法救，就是他没有办法起来了。对，也是建议我们要，就是建议要拔管。对，那在29号他就走了，就是什么话也都没有讲。在他走之后，有听到一件事情让你们听得很伤心、很难过。对，可以讲给观众朋友听吗？就是他朋友就跟我说，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跟我说，那时候我小儿子1年前他发病，他得白血病。然后因为阿姐她很难过，那她这一年她都会去求那个熊帝公，去跟他说，就是把所有的病痛都给他，然后他愿意折他的寿命给他，所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其实有听到这样子，我觉得，我对阿姐实在是就感觉很亏欠。这是他生前都没有跟你们讲过的。他生前都没有跟我们讲。对。来，叫看看。阿姐，阿姐，你有人吃的无？有吼。可以尝试一下碰一下机器。阿姐，你会使摸一下机器的，好不？摸一下嘿。往这过去的，你也过去，来发光一下，阿姐，往这个，往这个过去的。阿姐，你有这个对无？你这样向阳倒下来，我都不知道要怎样，我会好好地照顾伊，还有你最疼的小孩，还有所有的你们，这个你有得了吗？你真的有得了？
你为你就回来给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阿姐。嗯，阿姐你有无什么心愿？还没完成的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刚刚录制的过程有没有听到疑似往生者的语气或者是回复？有，叔叔回复，他有跟我讲说好。对，是他的语气吗？是他的语气，还是他的声音？他的语气，他的语气，对，就是他嘛。啊，对，我在外面是有听到他说玛利亚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是。那个是，就是我妈每次我们吃完饭，她都会说叫玛利亚去洗碗。玛利亚就是我妈妈，就是她跟你妈妈之间的玩笑话。对，就常常会叫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好，那你情绪稍微缓和一下，这样换你老婆进来问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Okay， 好，来。阿姐，你跟我爹。你跟我什么新闻要交代？我真正就想你的呢，阿姐。你平常是怎样叫我？你平常是怎样叫我？志哥，你在吗？志哥，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阿姐，感谢了你这二十多年感谢我，感谢你，你的一路好好行，你的对菩萨好好的修行。能熬死人，有机会会在做爸仔仔，你讲好无？阿舅。